喜欢春天的花香，夏天的海浪，秋天的枫叶，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我捡了个傻子回家，他失忆了，但长得很好看。我骗他是我未婚夫，傻子信了。可后来恢复记忆，他身份竟是高高在上的富二代。他回他的世界了，没有丝毫留恋。两年后重逢，我亲眼看见。 昔日的傻子，如今用鞋尖撵着别人手指，冰冷道：“废物。”正要逃跑，他叫住我：“未婚妻，你也失忆了？重逢林寿也是,是在学校里，他捐了栋图书馆，校方请他来访谈。云先生年轻有为，怎么会想到投资教育事业呢？”他语气极淡，让想读书的人有书可读，是我的愿望。这份愿望是否跟过去的经历有关？林寿也沉默。 三年前，他失去记忆，被人丢到穷乡僻壤，度过此生最苦的一年。这是没人知道。我坐在台下，远远的看他。此时的林寿野一身昂贵西装，神色淡漠，而我只是个刚申请完贫困补助的女大学生。我们之间隔了不足百米，却仿佛隔着天堑。舍友捧着脸花痴，真帅。 不愧是我老公。另一个舍友是我老公，能在网上走红的富二代不少，但像林狩也这样，身材长相皆能吊打娱乐圈的寥寥无几。大家都开玩笑叫他老公。对了，你们知道我老公三年前失踪的传闻吗？我听说只是去国外学习了，没失踪啊。雪芽，你听说没？舍友突然艾特我，我摇头，不清楚。 听说最后在西北找到的雪芽，你不就是西北人，就没一点风声？没有，我这人不擅长撒谎，还好剧场灯光昏暗，遮住我心虚的神情。三年前，林寿野不光在西北，还在我家，和我同吃同住了一年多，最亲密的时候，我抱着他睡在一张床上。这些秘密只能烂死在心里。访谈步入尾声。 提问环节，有同学举手。林先生，听说你有一个未婚妻，你还将她的名字纹在身上，对吗？吃瓜是人类的天性，气氛活跃起来。这跟今天的主题无关哦。说话的人叫文小雪，坐在林寿野身旁，也是今天的嘉宾。他是他的得力助手，据说还是青梅竹马，两家世交，是真的。林寿野主动回答。 纹身就在脉搏处，他扯袖口，露出手腕上一个字“雪”，全场起哄。文小雪就在旁边，这个“雪”还能有其他人吗？而文小雪本人也害羞的低头，似乎承认了。挺好的，门当户对，很配。我心里没有任何波澜，只想赶紧回宿舍写作业。路过后台时，学生会主席叫住我。 玉雪牙，你来的正好，能不能去帮嘉宾拿件外套啊？我生理痛，撑不住了，麻烦你一下啦。主席脸色苍白，捂着肚子，看起来不像装的。我申请补助时，他帮我很多，我没理由拒绝。可是嘉宾室访谈已经结束，林寿也正迈着修长的腿向后台走来。我想躲，但来不及了。 他一侧头就看到我，林寿野的目光在我身上顿了一下。现在逃跑未免太可疑，我干脆大方地站在原地，庆幸自己戴了口罩。林寿野眉心皱起：“你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？”我点头。他抬脚就要往我这儿走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只说出一个姓。林寿野就被文小雪拉住：“走吧，这里怪冷的。” 他被扯回去了。等他再回头想追上我的时候，已经看不到我的人影。但我并未走远。他们最后的对话传入耳中：“别看了，性欲不是他，眼睛像，就算是他又能怎样？他可是靠你讹了一大笔钱。”我垂下眼睛，微微颤抖。他说的没错，是我贪得无厌，把灵兽也卖了。我以前叫王雪牙。 老家在西北，一个很穷的小村子，穷到什么程度？小时候家里买不起米，妈妈就捡别人家不要的馊面条，洗掉上面的蛆，煮给一家人吃。我十七岁那年，下了好大的雪，大雪封山之际，我在村口碰见林寿野，他傻乎乎坐着，目光呆滞。我走上前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你话都说不利索。 是个脑子不好的，我拔腿想走，他却抓住我，目光哀求。冷，呃，这样的天气，只一晚，他就会冻死。我们村每年都会在冬天冻死人，醉鬼喝多了睡在雪地里，第二天身体已经僵化。我其实不大想管他，但人命一条，我也做不到熟视无睹。我将他带回了家，那一天。 踏着风雪进屋时，我并未想过我们的纠缠会持续那么久。他看上去比我大几岁，我叫他小野哥哥。他浑身上下没有任何证件，空白的仿佛是刻意为之。我带他去找家人，走访各个部门，迟迟无果。这不奇怪，我们这种小地方，懂的都懂，办事员都是关系户，混日子的。 哪会认真帮你解决问题呢？叫我们回家等通知，这一等就是一年。傻子在我家住下了。其实我也有私心，我妈病了，总犯糊涂。后来读大学我才知道，那病学名叫阿尔兹海默症，治不好的。我每天照顾妈妈，还要学习做零工。小野哥哥来了后，起码我不用去做零工了。 他年轻气盛，干点体力活没问题。但他真奇怪，人高马大的，却十分娇贵。一开始什么活都干不好，笨手笨脚，天天喊累。眼看他光吃不挣，我急了：“你再这样，我不要你了！”林寿也当时就慌了：“雪雪，你不能不要我，我是你老公。对了，我骗他说吃了我们家的饭，以后就得和我结婚，这是一个善意的谎言。” 因为这傻子长得太过招摇，惹了一堆媒婆上门。只有这么说，才能堵住媒婆的嘴。穷人结婚早，在我们那儿十几岁就订婚很正常。我说不要他的时候，林寿也很无措。他生着一副风流薄情相，却怯怯地看着我。从那以后，林寿也努力干活，总算不白吃了。久而久之。 他逐渐展现出反常的一面。有一次，我来姨妈，弄脏了裤子，却不知道。走出校门时，周围男生都在笑话我。林寿也在校门口接我回家。那些男生说：“看，玉雪牙的漂亮老公，她屁股流血，就是她老公弄坏的吧？”林寿也听到，冲上来就把男生揍翻在地。他打人狠狠，每一下都往致命处揍。 像一头发疯的野兽，无人能挡。那一刻的他，我很陌生。我抱住他的胳膊，小野哥哥，别打了。他瞬间停住，任由我牵他。雪雪说不打，那就不打了。男生身上多处淤青，家长找上门，让我们赔医药费。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。那天晚上，林兽也仿佛知道自己犯了错。 落寞地坐在屋角，我去开导他时，发现他泪流满面。对不起，雪雪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不会再惹麻烦。你，你别不要我。他哭起来，好像大狗狗。我心一软，哄他。那你以后乖乖的，我只要听话的老公。好。第二天，林兽也捧着一笔钱回家，他把手表卖了。我捡到他时，他手上戴着一块看起来很贵的表。 我着急，你怎么能卖了他？以后要凭那只表找到你家人的。他笑的阳光，你就是我的家人，我哪也不去，就跟你在一起。这傻子肯定被骗了，他那块表肯定不止这些钱啊。但零售也不在乎，他变得很乖很乖，只听我的话。只不过那个男生后来就很倒霉了，鞋里有钉，衣里有虫，米饭里有石子。 骑车时轮胎瘪了，摔到河里等等，怎么会这样巧？我看着林寿野，他也笑嘻嘻的看我。其实现在想来，林寿野那时候就显露出端倪。他纠正我的英文发音，我问他你学过英文？他愣住。我不知道我学过吗？虽然记忆没了，但语言的本能还在。我妈那时候跟我说，小野可能是大城市来的。 我说那太好了，我以后也要考去大城市。我妈忧心忡忡，没忍心打击我。倘若她真是城里人，我俩根本不会有未来，差距太大了。高考结束那一天，下了倾盆大雨，我家老房子不结实，漏水，我的小床没法睡人，只能跟林寿野一起打地铺。我们挨得很近，呼吸近在咫尺，睡不着。 他问我如果考不上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听说城里的学生很厉害，老师也厉害，我很努力，恐怕也比不上他们。学学想去哪里上大学？我想了想，北京吧，我想去首都看天安门。别笑，每个农村孩子都有看天安门的梦想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北京，带着妈妈一起去。小野，我万一没考上，那我带你去。林寿也语气笃定，我带你们去。 我的心脏像被击中，在我十八岁这一年，终于体会到了心动。我很庆幸他是我的未婚夫，我伸手拥抱他，汲取他身上的温暖。林寿爷身体僵硬了一下，而后温柔的回抱着我。我们就这样静静相拥，什么都不做，却胜无数。现在回想那个晚上，我被甜蜜冲昏了头，所以没注意到。 林寿野的反常，他不傻了。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游刃有余，藏着锋芒。他的眼睛也在黑暗中闪烁出锐利的光，属于他的光。回忆终止。我取好外套，在后台徘徊。林寿野在嘉宾休息间里发脾气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他很生气。我从门缝里扫一眼。 就看到林寿野用皮鞋尖碾着别人的手指，语调残酷冷冰。废物！我吃了一惊。这是林寿野吗？是那个跟在我屁股后面说要保护我一辈子的林寿野吗？是那个赔了医疗费躲在墙角偷哭的林寿野吗？或许这才是真正的他。到北京上学后，我也看过一些财经杂志，得知林寿野的真实情况。 他比我大八岁，是林氏集团的二少爷，貌似是私生子，但这并不影响他的金贵。他还不满三十，手段已然十分狠辣、啊。一年前，他亲手搞疯了自己的哥哥，成为唯一继承人。从文字中拼凑不出林寿野的凶狠模样，今天亲眼所见，有些熟悉，却也陌生。要不把外套放门口就走吧。 正犹豫着，屋门被推开，谁在外面？灵兽爷走出来，他面无表情，镜片反射冷漠的光。这一刻，我竟打了个寒战。没关系，戴口罩了，还化妆了，眼妆一化，谁认识谁？我镇定下来，给文姐姐的话音未落，有同学走过后台叫住我：“雪芽，你还没回宿舍啊？” 他叫出我名字这一刻，灵兽也已经狠狠攥紧我的手腕，他力气很大，我手腕被攥得疼。你叫什么？灵兽也死死盯着我，我不说话，他就伸手来摘我口罩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了救兵，我说：“雪牙，你来了。”灵兽也蓦地松手，看看我，又看看被我叫住的女生。我继续。 刚才宣传部部长喊你呢，我去找他。我跟你一起，我趁机把外套一放，跟同学一起走了。很巧，这个女生跟我重名，她是四川人，他们那儿有种茶叶就叫雪芽，这名字并不罕见。离开小剧场，我才松了口气。女生问雪芽：“你刚才跟林总说什么呢？给他跑腿拿东西啦，真的吗？” 感觉你们之间的氛围好奇怪呀、啊，怎么奇怪了？就是他好凶，好像要吃了你。说的没错，林寿野要吃我，原因还得追溯到十八岁那个暑假，高考成绩下来那天，村里来了位不速之客，文小雪。他自称是林寿野的朋友，来带他走的。我妈一语成谶，林寿野不光来自大城市，还是个富二代。 他流落至此的原因也很复杂，被哥哥算计出了事故，命大没死成，但脑子摔坏了。我只能说，你们豪门水真深。一开始我把文小雪当客人，可当知道她名字里也有雪时，我怔住了。在我们村，大家都叫我雅雅，我妈也是，唯独林售也叫我雪雪。我最初还奇怪来着。 现在找到答案了，林寿野呼唤我的每一声，都在叫另一个人吗？他对我好，听我的话，也是把我当做文小雪了吗？文小雪多洋气呀，丝绸衬衫，真皮高跟鞋。他和林寿野站在一起，才像一个世界的人。再看看我自己，裤子膝盖上的补丁像个笑话，但我仍然不死心。 文小雪要把林寿也带走时，我问他自愿的吗？当然，他抱着胳膊，居高临下的看我。他可是林氏集团的少爷，有上亿资产要继承，你不会想让他留下来跟你过苦日子吧？我不相信，我要听他亲口说。拜托，他已经恢复记忆了，压根不想见你，好吗？听说你诓他要结婚，小小年纪心眼真多。不行，让我见他。OK，既然你非要听。 文小雪拿出手机，播放一段语音。小雪，多亏你来得及时，我差点被骗。音色低沉，是林寿也不会有错。文小雪，听清了吧？人我带走了，他塞给我一大笔钱，封口费，规矩不用我说吧？我其实不想要这笔窝囊费的，但是妈妈病入膏肓，急需用钱。林寿也已经抛弃我了。 我不能再失去妈妈，我很失望，但也很快冷静，权衡利弊，就让灵兽也再发挥一下余热吧。我说，就这点，太少了，你们没诚意。文小雪似乎很惊讶我会这么说，你果然不是什么单纯的小姑娘。对，收留她就是为了今天，满意了吗？真卑鄙，知道我卑鄙，还不快点加钱堵上我的嘴。 文小雪被我呛得说不上话，最后我得到一大笔钱，全用来给妈妈治病，可还是没能保住她。录取通知书下来那天，她喜极而泣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她笑，也是最后一次看她哭。她说：“牙牙呀,呀，你要好好学习，替妈看看天安门和长城,城。妈当了一辈子的农村妇女，没能给你提供好的生活。” 你不要怪妈妈，怎么会怪她呢？她已经尽力给我她力所能及的一切，我很满足，很幸福，也很爱她。后来我到了北京，看了天安门和长城，改了母姓，成为玉雪崖灵兽也渐渐被我忘记，只是很偶尔，走在繁华的大街上，我会猛然想起，这是他长大的地方，是他司空见惯的风景。 那又如何？我们不会再见面了。我很快将灵兽也抛到脑后。再次参加学生会例会时，会长说：“上次林总走的时候要了大家的简历。”我心里一咯噔，简历？是啊，不知道要干啥。我知道，简历上不光有姓名、照片，还有家乡籍贯。在他面前，我无异于透明人。但我心存一丝侥幸。 如今的林寿野坐拥一切，何必跟一个穷学生计较？会开完，大家陆续从办公室走出去。前面的女生停下脚步，表情呆呆的。我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林林，我抬起头，林寿野就靠在走廊上。我转身就要跑，玉雪牙他叫住我：“好久不见，林寿野，把我带去一个饭店，随便点一个菜。” 都要我一个月生活费的那种，他不吃就看着我，我也不客气。既然躲不过，那就随遇而安，吃饱再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林寿也开口：“为什么躲我？”这是我们重逢后的第一个问题。我啃了口蟹，林先生说笑了，我是个穷学生，你是集团继承人，我们没有交集。好一个没交集！林寿也冷淡，浑身戾气。 这才是真实的他。这是市内最高档的一家餐厅，来这里的客人我都认识。我不明白什么意思，静静听着。今日我带你来，所有人都看到了，很快就会有人找你的资料，探寻我们之间的关系。你再想躲也没用。我不害怕，反而扬起笑容。第一次吃这么鲜美的螃蟹，值了。还有更鲜美的。什么？我林寿爷五官俊美。 在水晶灯的照射下趋于完美。你不是喜欢钱吗？他说，陪我一晚，我给你钱。保时捷向别墅疾驰，林寿也猩红着眼睛，轮胎都快起火了。就在刚才，半小时前，餐桌上，他让我陪他一晚。我说，你女朋友知道吗？我没有女朋友。文小雪，她只是我的助理。你们看起来要结婚了，放屁。 以前的林寿也不会这么跟我说话，对上我的视线，他气焰消了消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更别说结婚，是吗？那你真渣，因为你一直放任大家误会。说话的同时，我吐出一嘴蟹壳碎渣，恰好有一点溅到林寿野脸上。他愣了愣，忘记抹掉。我只是觉得无稽之谈，没必要理会。 如果事事都去澄清，那我一整天什么都不用做，就澄清吧。说到一半，他有些意外地顿住。没错，他发现了。他在跟我解释，像林寿野这种人，手握大权，随心所欲，怎么会跟人讲这么多废话？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赞同地点点头。像你这种渣男，还好我没认真。两百万卖了你，算卖对了。 林寿爷脸色霎时苍白，这话戳中他的肺管子。我笑眯眯，那么还要一起睡吗？随后我就被林寿爷生气的塞进保时捷，一小时的车程，他只用三十分钟就到了别墅。没开灯，一进玄关，他就把我按在柜子上，用牙齿撕咬我的衣领，又急又躁。我没有动，只是在他最上头的时候说。 我要进总裁办，林寿也瞬间愣住。我重复，林氏总部的总裁办只允许有背景的学生去实习，我再努力半辈子都进不去。我不要钱，但我要这个机会，那可是林氏，多少大学生挤破头都进不去。林寿也慢慢放开我，你认真的吗？对呀，我笑了笑，我想进林氏学习，这样毕业就能找到高薪的工作。砰一声。 林寿野一拳捣烂门口的瓷瓶，他手流血了，他却像不知道疼似的，近乎绝望地望着我。你我之间就只剩利用吗？不然呢？你明明还有别的选择，哄好我，跟我复合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那太麻烦了。我不要你的心，也不要你的感情，那种东西没什么用。林寿野已近乎咬牙切齿，王雪牙。 你到底有没有心？是玉雪牙，我弯着眼睛温柔提醒。我跟妈妈姓了，哦，对，她两年前去世了，就在你走之后。林寿野，我是个孤儿，不配有心。你知道那段日子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们两个一前一后，在一个月内都离开了我，我留不住妈妈，也留不住你。我歪着头，始终挂着浅笑。我收了文小雪的钱，没错。 因为我没钱给妈妈治病了呀，你那么有钱，可你头也不回的离开了，我能怎么办？我越说，气氛越僵硬，血从手上流下来，滴在地板上。我一个人在北京，要活下去，哪怕松懈一天，就可能吃不上饭。林寿野，我在拼尽全力生存，你却问我有没有心？问这句话的你有心吗？他脸色越发苍白，眼眶红的滴血。 我以为他要发火，像踩别人手指一样训斥我，给我难堪。可是等了半晌，灵兽也没了脾气，向我低头。你要的我都给你，雪雪和我在一起好不好？我拒绝得很干脆，我又不喜欢你。我只是在十八岁那年，很短暂的对灵兽也心动过。大概因为家庭情况比较差，我从小就懂得一个道理。 不要奢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灵兽爷走那天，我虽然难过，但很快就清醒。现如今，他想找我和好，真奇怪，难道是珠光宝气的女孩看多了，想换口味了？不过这不重要，我很清楚，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我只需为自己的将来做铺垫。灵兽爷最后放我走了。第二天。 我收到林氏的实习 offer，我忙得像个陀螺，抓紧一切机会汲取知识。周五深夜十二点，终于要下班了，同事们累得趴在桌子上刷手机，忽然有人惊呼：“我们林董上热搜了！”他说：“未婚妻不是文总啊！”一到吃瓜时间，大家都很兴奋。我在一旁沉默的收拾文件。 我看看哦，林董说他的未婚妻另有其人，希望大家不要误会，可不是文总还能是谁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除了文总还有谁能配得上他？他说未婚妻是一个学生，不便公开。学生，大家议论纷纷，什么学生有这么大能耐？小玉同事叫我，你看看同位学生，别人已经是林董未婚妻了。是啊，真厉害，我善笑。文总也发微博了。 好刺激！文小雪发了一行诗：“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”很显然，林寿也是那轮明月，沟渠不会是我吧？我抽了抽嘴角，本沟渠活干完，准备回了。刚出公司，就看到一个男人捧着玫瑰花站在那儿，我头都要大了。他叫靳鹏。 以前我在奶茶店打工时，他就时常纠缠我，我拒绝很多次，他不死心，追到了这儿。晋鹏照着小镜子龇牙咧嘴，还扣了扣牙缝，见到我露出一抹自以为很帅的微笑。小玉，哥哥来接你下班，你在骚扰我，我就报警了。别这么无情嘛！你看哥手上这块表，刚买的，五千块，哥哥有钱。 你要是跟我谈恋爱，我也送你五千的表。我无视他的卖弄。靳鹏生气了。是的，这种人通常自尊甚高，且毫无耐心。玉雪牙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只要我招招手，像你这样的小姑娘都倒贴着来。我说，你不是有镜子吗？照照吧。再不行，撒泡尿照照。靳鹏被我惹毛了，开始动手动脚。小丫头挺傲气啊。 不知道你在床上是不是也这么傲？余光里，一个熟悉的身影走出写字楼，是林寿也，浑身杀气。但在他介入之前，我提起膝盖往靳鹏腿间狠狠一踹，顺便把杯子里的水倒他头上，滚！再让姑奶奶看到你，剁了你第三条腿！林寿也惊在原地，怎么以为我会等他来英雄救美？ 想多了，我早不做那种懵了。晋鹏又高又壮，被我揍了一下，很没面子。他喷着脏话，又要扑来，被林寿野一脚踹翻。林寿野双手插兜，神色淡漠，鞋尖踩着晋鹏的手，跟那天一模一样。晋鹏疼的嗷叫，我要报警，你等着报啊！有本事你就去。晋鹏看到他的手表。 顿时偃旗息鼓。我错了，大哥，我不知道那小妞是你的女人，我再也不会纠缠她了。我本来想走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不乐意了，我上去踩她另一只手。我不是他的女人，我是我自己，不属于任何人。懂？灵兽也看我一眼。最后，靳鹏眼泪都疼出来了，才放她走。风波平息。 林寿也要送我，车子却没开往学校。我说你走错方向了，现在回学校，你进得了宿舍，用不着你管。几年不见，脾气硬了，连踩人都学会了。我不理他，他继续搭话。工作还顺利吗？嗯，有不开心的地方告诉我。告诉你，你会让我走后门吗？会。他答应的很快。我笑了。林寿也，你被我利用上瘾了吧？对呀、啊。 他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：“我想通了，能对你有用，我也知足了。”云寿也带我回了别墅，说明天再送我回校。上次来没有开灯，今天灯火通明，我才发现他家里很清冷，一点家的样子都没有。他拿出医药箱，坐，干什么？你的手，别以为我没看到。我有些惊讶，手的确受伤了。今天给客户接热水时。 不小心烫伤，但为了不影响项目进度，我忍着没说。如此忍了一天，他是怎么发现的？林寿也牵起我，你瞒不过我的，雪雪，在我面前你可以卸下所有伪装。他半跪在我面前，这么阴冷腹黑的人，给我上药时却出奇的耐心温柔。你还记不记得我第一天下地干活也弄伤了手？ 有点印象，你也是这样给我包扎。我沉默，目光在屋内游移，突然看到一张合照，我妈妈还有林寿野的合影。那是林寿野来我们家的第四个月，有人从镇上带了个相机回来，妈妈请他给我们仨拍照。我还记得那天，妈妈抱着洗好的照片，爱不释手。我们一家三口，林寿野也乐呵呵的附和。 一家三口那样普通的一天，却再也回不去了。我想妈妈了，眼泪盈在眼眶，我赶紧眨两下，忍回去。但是等等，林寿爷怎么会有这张照片？我突然反应过来，不对，这照片。我开口问，不是留在老家了吗？我后来去老家找你，就带来了。我愣住，你找我？我回北京一个月，把事情安顿好，就回去找你了。 但是家里已经空空荡荡，林寿也也习惯把那里称呼为家。隔壁大伯说，妈妈去世了，你在他下葬后就离开了村子。你你为什么找我？林寿也奇怪的看我，带你来北京啊，还能为什么？可你不是生我的气吗？确实生气，气你为了两百万就不要我了。林寿也认命似的长叹，可再生气也是自己媳妇儿，能怎么办？谁是你媳妇儿？ 他不说这些话还好，一说，我竟有些绷不住。这人就是吃软不吃硬。你走那天一点都不留恋，甚至不肯见我一面，没有不愿见你。林寿也抿了抿唇，说：“其实那段时间我也失去了亲人。文小雪带走他那日，林寿野的外公正躺在 ICU 里。他是私生子，从小不被待见。大林董把他接回家。” 只是为了鞭策哥哥，你不好好努力，奖励就给你弟；你不做点成就，公司就给你弟。他只是个对照组，到头来林寿也什么都没得到，还要小心翼翼承受哥哥和名义上母亲的怒火。但这也没有办法，谁叫他是私生子呢？明明出轨的是大林董，可后果却要由他来承担。若是可以选择，他宁愿不被生出来。 二十多岁时，林寿野的才华开始显露。哥哥压不住他了，在他面前，哥哥蠢得无药可救。于是就有了三年前那出狗血豪门戏码：哥哥设计陷害弟弟，弟弟没死，但撞伤头部，被丢到西北某个山里自生自灭。问就是他自己硬要去探险，丢了活该。正如哥哥所料，一个私生子而已。 大林董并不在意，家里象征性的找了找，无果，便作罢。外公是唯一关心林寿野的亲人，他失踪后，外公病倒了。老人家找到林寿野曾经的心腹文小雪等人，让他们暗中继续找人。只是老人家时日无多了。林寿野之所以着急赶回北京，就是想见外公最后一面。雪雪。 我本来就计划着安顿好了，再把你和妈妈接过来。二十多年来，我没怎么感受过亲情，除了你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家人。说话间，他泪光盈眶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而哭，他也想我妈妈了。妈妈对他很好。林少也当初心智不全，被人欺负时，我妈妈也温柔地哄着他，替他出头。可你为什么要叫我雪雪？ 我终是问出了最大的疑惑，是因为文小雪吗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林寿也有些惊讶，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他解释，叫你雪雪，因为初见你那天，雪下的太大了，你的睫毛和头发上都是雪，就像个小雪人。至于文小雪，我和她只是同事关系，我从未叫过她雪雪，这称呼太亲密了，不可能用来叫下属。我回忆着过去的细节，脑海中灵光一闪。 文小雪给我听过一段语音，你在里面说自己差点被骗。林寿也皱眉思索：“我说的是我的前助理，他看似是我的心腹，其实和我哥哥联手骗了我。文小雪借此断章取义，使我产生误解。恰逢外公病危，林寿也匆匆离去，我们就这样错过了。林寿也，你的纹身是你……他掀开袖笼。” 一直都是你的名字，林寿也郑重地看向我，玉雪牙，我喜欢你。早在你高考结束的那个晚上，我就决定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了。高考结束那晚，嗯，他弯唇一笑，这就是另一个秘密了。林寿也其实早早就恢复了记忆，他恢复了记忆，知道自己是谁，什么身份，可他不愿醒来，继续当他的小野哥哥，他不想离开我和妈妈。 如果不是文小雪找上门，得知外公时日无多，他也不会那么快抽身。这些本来都是要好好同我解释的，但我杳无音讯，林寿也便无从可说。这两年来，他四处找我，但他不知道我改了姓，便没找到。我和林寿也重逢不到半个月，误会便已全部说开，但我还是拒绝了他复合的请求。 没有为什么，学业和事业都比爱情重要，仅此而已。我继续上课兼实习。听说林寿野和文小雪闹掰了，原来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青梅竹马，也不存在两家世交的说法，都是营销号博眼球瞎写的。文小雪是林寿野的助理之一，跟他时间比较久，被哥哥暗算后。 林寿也身边心腹大换血，因为文小雪比较忠诚，就留了下来，且平步青云，得到重用。但他犯了大忌，干涉了老板的私生活。一个月后，文小雪离开林氏。我并不恨她，世人都有私心，同为女性，我祝她未来顺遂。你问我为什么不报复她？没必要，真没必要。 向前看比他有趣多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林寿也追我的事在公司暴露。起因是某次见客户，客户是个油腻中年男暴发户，嘴里荤段子不停，还特爱调戏女员工。这一回他不巧调戏到我头上了，还动了咸猪手。碍于他是公司客户，我只能连连闪躲。林寿也经过。 看得一清二楚，小林公子是圈内出了名的坏脾气。他冲进来一拳把油腻男撂倒，他下手一向狠辣。这油腻男看着肥硕，其实身体虚得很，扛不住揍。为公司形象考虑，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抱住林寿野胳膊，别打了。林寿野气焰全消，放下手臂冲我笑：“好，都听你的。” 像是瞬间变了个人，他这一笑把全公司都震惊了。都知道小林董行事果决凶狠，原来他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我火了，集团上下没人不知道我的名字。恰好我名字里有个雪，恰好我还是个学生，一切不言而喻。事后我还问过林寿也你怎么那么喜欢揍人？ 林寿也说：“我不喜欢揍人，但是有些情况法律约束不了，那就只能打一顿了。我不允许林氏的员工被骚扰，对方是客户也不行。我长久的注视他，突然发现你不当傻子也挺好的。”林寿也会心一笑。实习快结束了，将来什么安排？我已经想好了。我指着地图上西北广袤的区域，等我毕业先回家乡扶贫。好，林寿也说：“我和你一起。” 临时有项目可以带到那边去，我再给村里的孩子们捐点教学楼和书本。等一下，你给我们学校捐图书馆，难道也是因为我？废话，他拍拍我的头，动作温柔。我永远记得你在黑暗中点一束光，专注看书的样子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心动。我在公司里飞速成长着，长达半年的实习结束时，部门组织外出团建。 林氏财大气粗，尤其听说为我送行，领导拨了一大笔款，让大家好好玩。正好是冬天，部长提议去爬雪山，林寿爷爷跟来了。现在公司里的人都很习惯，我在的地方都会有他。雪山很美，但发生了一起意外。晚上大家在民宿里做饭，突然有同事说：“小林董还没回来吗？” 林寿野中午就出去了，至今未归。窗外隐隐有下雪的迹象，我心头一慌。一旦下雪，就要封山。林寿野去哪了？安全吗？我们出去找他。我和几个同事出门，找了半个小时，都没看到林寿野的身影。我不免开始着急。山里信号不好，也打不通电话。 傍晚时，有村民给我指路，说在入山口看见过高大的男游客。我赶紧往入山口跑去。远远的，我瞧见林寿野的身影，他坐在地上，身上落满雪。这一幕与三年前重合了。初见那日，林寿野也是这样坐在漫天大雪之中。一瞬间，我以为他又出事了。林寿野。 林寿也，风雪吞没我的声音，他一动不动，我急了。小野哥哥，他蓦地抬起头，雪雪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急死我了！我来山里找一种草，听村民说这种草会在雪地里出芽，生命力顽强。我哑然。那你找到了吗？嗯，你看，他捧在手心里，小心翼翼的，是一株覆了雪的嫩芽。我说。 把它放在这儿吧，雪化了，它就活不成了。不要带走它。好，灵兽也重新把草放在地里，在下一波风雪来临前，我向他伸出手，走吧，小野哥哥，跟我回去。我和灵兽也牵着手，一路都没有松开彼此。我说明天会有日照金顶，要看吗？看，要一起看吗？当然。清晨我去喊你。不用。我咬了咬唇，就在房间里。 一起看，林寿也愣了半天，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雀跃的差点跳起来，一点也不稳重。还好这里没有同事，但是这般不稳重，倒是和我认识傻子一模一样。我们回到民宿，给同事们报了平安，已经是夜晚，大家陆续睡了，房门一关，林寿也稳住我，他的嘴唇还沾着风雪的凉。 早在你高考结束的那个晚上，我就想这么做了。他眼尾勾起一抹红，我忍了这么久。雪雪，奖励我。翌日，当然是没看成日照金顶，但没关系。还有以后，西北的项目落地后，我和林寿也结婚了。婚礼并不隆重，我喜欢简单，而他一切都听我的。婚礼上，林寿也一反常态。 哭得比我还伤心，他说我有家了，我说我也有家了。我们两个孤独的人在时光里兜兜转转，终又相逢。婚礼第二天，我起床时筋疲力尽，林寿也不在枕边，他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做饭。家里没剩太多食材，刚好够做两碗鸡蛋面。以前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鸡蛋面。 可我怎么做，都做不出妈妈的味道。只有零售也得了妈妈的真传，锅气升腾，朴实的香味飘出来。我突然很想很想他，是他在重男轻女的乡下给了我无尽的包容和爱。他没受过教育，却督促我好好学习。他总是吃不饱，却四处奔走为我借书和文具。他的爱。 让我有底气拼搏到今天，妈妈，我很幸福，你看到了吗？热气熏了眼，眼泪流出来。林少也轻轻抱住我，雪雪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。什么是家呢？不是豪华的房子，不是名牌的跑车，是我们在一起，从晨昏到日暮，看炊烟漫长。